霸韩 T 恤出面力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李博毅，杠上的不止国民党选战对手李梅珍，还有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当过高雄市长又被高雄人罢免的韩国瑜来到李梅珍竞选总部受到支持者欢迎，韩国瑜戴上了白手套和黑框眼镜，帮李梅珍车扫拜票。 双方在同一天下午出发车扫，形同韩国瑜和昔日霸韩力量再度隔空交锋。一看到韩国瑜要来帮我的对手扫街的讯息之后，我马上关心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尹丽老师最近好不好，然后把这个图卡看到他，他一秒回说，哎，他也可以来。所以今天左营的车扫很热闹，除了韩国瑜之外，还有我们如影随形的霸韩英雄。 选战倒数，李博毅还请出妻子当分身，拿着大头照，由屏东县长周春米陪同扫黄昏市场拉票。我是屏东县长朱春米，哈利波特太太，跟你两位议员，跟你拜托，谢谢哦。蓝绿回归徒步拜票或车扫 PK， 也要选左南的郭喜推竞选广告，最后关头选择打空战争取选票。三立新闻时事评主委达翁玉文 SNG 小组高雄报道。